在朋友圈里不是有些人经常念叨吗，说你看中国人的好朋友不是俄罗斯吗，不是朝鲜吗，不是巴铁吗，你们那么爱国，你们移民怎么不到这些国家去啊，你为什么你去美国去英国去法国去日本呀，大家是不是经常见到这种说法，是吧？谁能回答这个问题啊？说这话的人好像他这个时候已经脱离了中国人的身份，说这话的时候洋洋而得意。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先生说，我来告诉你，曹和平讲了几条理由。第一条，曹和平教授说，人们都说青山绿水好，但是很多人从大山里搬出来走向了城市，发誓再也不回山沟沟了。这个例子和这个问题之间的关系你想想看，可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理解这一点呢？第二条，这十年中国农村变好了，过去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单向人口流动变成了很多城市人想住到乡下去的城乡双向流动，今天的杭州人想到乌镇去，北京人想住到张家湾到平谷。最近我的一个朋友他在房山弄了一堆房子，说你愿意不愿意到这儿来跟我一块住啊，我去看了看还真好。第三，曹和平教授说，中国人跟朝鲜好，跟俄罗斯人友好相处，跟巴基斯坦人处成铁哥们儿，这是邻里之间的睦邻友好，不失乡情，这叫富邦穷，这是一个意思啊。但是富邦穷并不意味着你一定要住到穷家去啊，这两回事儿，穷义气和富家哥们儿来往，那也不失志气。所以曹和平先生认为朝鲜人就很有志气，就特有志气，在美国如此围堵之下，围了70多年了，封锁封锁封锁，制裁制裁制裁，割断了外部联系。朝鲜过去因为那时候有华沙条约组织，苏东事变还没有，苏联还没有解体，所以那个时候朝鲜的外贸外部循环都是和华沙条约组织之间进行的，但是苏联轰隆咔啦倒了，那小国纷纷发生变化，美国更加严厉的制裁朝鲜，在这种情况之下，朝鲜的经济才每况愈下，这是历史吧。别忘了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国遭遇大饥荒的时候，朝鲜已经实现了农业机械化，那是多伟大的成就啊。第四条，很多中国人搬到英国去搬到美国去住，这跟咱们现在就好像从村里出来到城里去住一样嘛。当然经过一段时间中国发展了，比如说图们江大开发成功了，成了超级国际合作区了，现在很多在英国在美国的中国人也可能回到中国北京上海来居住，因为北京上海等国家众多城市发展的好啊，也不排除他们到图们江去居住啊。所以不必嘲笑邻居的穷，不应该嚼舌穷人家的孩子的志气，嘲笑人家的穷啊，这叫势利眼，说句难听的话叫狗眼看人低。好，最后我来归纳一下曹和平教授的观点，他讲这个常理，没有讲什么复杂的学理，愿意到发达国家去生活，这就像你从村里走出来之后那个穷地方大山里你进了城愿意在城里安家的道理是一样的，作为个人选择有什么问题吗？但是你不应该回头嘲笑像山里一样穷的其他的穷哥们，嘲笑穷人是不道德的。那些嘲笑穷人的人呢，除了说他们狗眼看人低之外，还有一些说法我觉得也蛮有道理，跟曹和平教授的说法很接近，再有钱也不够一张床一条命一辈子，有些人钱是城市劳动来的，有些人的钱是缺德缺来的，有的人钱有多少就证明德缺了多少，因为钱和人品在有的时候是成反比的。关于这件事情你有些什么更深刻的见解告诉我们。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司马南，再见。